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三。复次阿难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阿难，即彼目经邓发老者，兼目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，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悉此尘相，名为见性。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见非明暗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明来，暗即随灭，应非见暗；若从暗来，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；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。如是见经本无自性，若于空出前主尘相，归当见根。有空自观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两手指及塞其耳，耳根牢固，头中作声，兼耳与牢同是菩提邓发牢相，因于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悉此尘相，名听闻性。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闻非动静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静来，动即随灭，应非闻动；若从动来，静即随灭，应无觉境；若从根生，必无动静，如是闻体本无自性；若于空出，有闻成性，即非虚空。有空自闻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即蓄其鼻，蓄久成牢，则于鼻中闻有冷处，因处分别通色虚实，如是乃至诸香臭气，兼鼻与牢同是菩提邓发牢相，因于通色二种妄尘发闻居中悉此尘相，名嗅闻性。此闻离彼通色二尘毕竟无体。当知是闻非通色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通来，色则闻灭，云何之色？如因色有，通则无闻，云何发明香臭等处？若从根生，必无通色，如是闻机本无自性。若从空出，是闻自当回嗅汝鼻，空自有闻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舌试吻，熟试令劳，其人若病则有苦味，无病之人唯有甜处，由甜与苦显此舌根，不动之时淡性常在，兼舌与劳同是菩提邓发牢相，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居中悉此尘相，名之谓性。此之谓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，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甜苦来，淡则之灭，云何之淡？若从淡出，甜即之亡，复云何知甜苦二相？若从舌生，必无甜淡，即于苦尘，思之未根，本无自性。若于空出，虚空自谓，非如口知，又空自知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，若冷事多，热者从冷，若热功盛，冷者成热，如是以此合觉之处显于离之，摄事若成，因于劳处，兼身与劳同是菩提邓发牢相，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悉此尘相，名之觉性。
此知觉体离彼离合，为顺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觉非离合来，非为顺有，不于根出，又非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何时来，离当已灭，云何觉离？为顺二相亦复如是。若从根出，必无离合为顺四相，则汝深知原无自性，必于空出，空自知觉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深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，懒沉思意，失意为妄，视其颠倒，生住意灭，息息终归，不相逾越，称意之根，兼意与劳同是菩提，邓发老相，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及知具中，悉错内尘，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，明觉之性。此觉之性离彼物昧，生灭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非物昧来，非生灭有，不于根出，亦非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物来，昧即随灭，将何为昧？必生实有，灭即同无，令谁受灭？若从灭有，生即灭无，谁知生者？若从根出，物昧二相随身开合，离思二体，此觉知者同于空花，毕竟无性。若从空生，自是空知，何观汝入？是故当知意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复次阿难，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阿难，如且观此奇陀树林及诸泉池，余意云何？此等为是色生眼见，眼生色相。阿难，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见空非色，色性应消，消则显发，一切都无。色相既无，谁明空执？空亦如是。若复色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色，见即消亡，亡则都无，谁明空色？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，即色与见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汝更听此奇陀园中十半吉鼓众吉状中，钟鼓音声前后相续，余意云何？此等为是生来耳边，耳往生处。阿难，若复此生来于耳边，如我起时是罗伐城，在奇陀林，则无有我。此生必来阿难耳处，木莲迦舍应不具闻。何况其中1250沙门，一闻钟声，同来实处。若复如耳往彼生边，如我归住奇陀林中，在是罗城，则无有我。汝闻鼓声，其耳已往击鼓之处，钟声其出应不具闻，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，若无来往亦复无闻。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，即听与声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汝又嗅此炉中旃檀，此香若复燃于一株，是罗伐城40里内同时闻气，余意云何？此香为复生旃檀木，生于汝鼻，为生于空。阿难，若复此香生于汝鼻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，鼻非旃檀，云何鼻中有旃檀气？称汝闻香，当于鼻入，鼻中出香，说闻非异。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应常在，何借炉中？若此枯木，若生于木，则此香直因热成烟。若鼻得闻，何蒙烟气？
其烟腾空，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云何以闻？是故当知，香彼与闻俱无处所，即嗅与香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汝常二时众中持钵，其间或遇苏洛提壶，名为上位，余意云何？此位为父生于空中，生于舌中，为生食中。阿难，若父此位生于汝舌，在汝口中知有一舌，其舌耳时已成酥味，欲黑食蜜，应不推移。若不便移，不明之味。若便移者，舌非多体，云何多味？一舌知之。若生于食，食非有事，云何自知？幼食自知，即同他食，何欲于汝？名谓知之。若生于空，汝但虚空，当作何谓？必其虚空，若作咸味，既咸汝舌，亦咸汝面，则此界人同于海鱼，既常受咸，了不知淡。若不是淡，亦不觉咸，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是故当知，味舌与肠俱无处所，即肠与味二俱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汝常晨朝以手摩头，余意云何？此摩所知，谁为能处？能为在手，为覆在头。若在于手，头则无知，云何成处？若在于头，手则无用，云何名处？若各个有，则汝阿难应有二身。若头与手一处所生，则手与头当为一体。若一体者，处则无成。若二体者，处谁为在？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，不应虚空与汝成处。是故当知，觉处与身俱无处所，即身与处二俱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忌三性生成法则，此法为父及心所生，唯当离心别有方所。阿难，若即心者，法则非尘，非心所缘，云何成处？若离于心别有方所，则法自性为知非知，知则明心，亦汝非尘，同他心量，即汝即心，云何汝心更二于汝？若非知者，此尘既非色声香味，离合冷暖及虚空相，当于何在？今于色空都无表示，不应人间更有空外，心非所缘，处从谁立？是故当知，法则与心俱无处所，则意与法二俱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复次阿难，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阿难，如汝所明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此事为父因眼所生，以眼为界，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。阿难，若因眼生，既无色空，无可分别，纵有汝识，欲将何用？汝见又非青黄赤白，无所表示，从何立界？若因色生，空无色时，汝是应灭，云何视之是虚空性？若色变时，汝亦视其色相千变，汝是不迁，界从何立？从变则变，界相自无，不变则恒。既从色生，应不视之虚空所在。若兼二种，眼色共生，合则中离，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云何成界？是故当知，眼色为缘，生眼世界，三处都无，则眼与色及色界三，本非因缘，
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又汝所名，耳生为缘，生于耳室，此事为父因耳所生，以耳为界，因声所生，以声为界。阿难，若因耳生，动静二相既不现前，根不成知，必无所知，知尚无成，是何形貌？若取耳闻，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。云何耳行杂色触尘，名为世界？则耳世界复从谁立？若生于声，是因生有，则不观闻，无闻则亡生相所在。是从声声许生因闻而有声相，闻应闻是，不闻非界，闻则同声，是以被闻，谁知闻是？若无知者，终如草木，不应声闻杂成中介，介无中位，则内外相复从何成？是故当知，耳声为缘，声耳世界三处都无，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又汝所名，鼻香为缘，生于鼻室，此事为父因鼻所生，以鼻为界，因香所生，以香为界。阿难，若因鼻生，则汝心中以何为鼻？为取肉形双爪之相，为取嗅之动摇之性。若取肉形，肉指乃身，身之即处，名身非鼻，名处即尘。鼻上无名，云何立界？若取嗅之，又汝心中以何为之？以肉为之，则肉之之原处非鼻；以空为之，空则自知肉应非觉。如是则应虚空视汝，汝身非知，今日阿难应无所在。以香为之，知自属香，何欲于汝？若香臭气必生汝鼻，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依兰及旃檀木，二物不来，汝自嗅鼻，为香为臭，臭则非香，香应非臭。若香臭二俱能闻者，则汝一人应有两鼻。对我问道，有二阿难，谁为汝体？若鼻是一，香臭无二，臭即为香，香复成臭，二性不有，借从谁立？若因香生，是因香有，如眼有见，不能观眼，因香有故，应不知香。知即非生，不知非是，香非知有，香借不成，是不知香，因借则非从香见立，既无中间，不成内外，彼诸闻性毕竟虚妄。是故当知，鼻香为缘，生鼻世界三处都无，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又汝所名，舌味为缘，生于舌室，此事为父因舌所生，以舌为界，因味所生，以味为界。阿难，若因舌生，则诸世间甘蔗、乌梅、黄连、食盐、细辛、姜、桂都无有味，汝自尝舌，为甜为苦。若舌性苦，谁来尝舌？舌不自尝，孰为知觉？舌性非苦，味自不生，云何立界？若因味生，是自为味，同于舌根，应不自尝，云何是知是味非味？又一切味非一物生，味既多生，是应多体，是体若一，体必味生，咸淡甘辛和合俱生，诸变异象同为一味，应无分别。
分别既无则不明事，云何复明舌味世界？不应虚空生汝先世，舌味和合及于世中原无自性，云何借生？是故当知舌味为源，生舌世界三处都无，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又如所明，身处为缘，生于身世，此事为父因身所生，以身为界，因处所生，以处为界。阿难，若因身生，必无合离二觉观缘，身何所事？若因畜生，必无汝身，谁有非身之合理者？阿难，物不畜之，身之有畜，知身即畜，知畜即身，即畜非身，即身非畜，身畜二相原无畜所，合身即为身自体性，离身即是虚空等相，内外不成，中云合力，中不复立，内外性空，则汝世生从谁立界？是故当知身处为缘，生身世界三处都无，则身与处及身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又如所明，意法为缘，生于意识，此事为父因意所生，以意为界，因法所生，以法为界。阿难，若因一生于汝意中，必有所思，发明汝意，若无前法，亦无所生，离缘无形，是将何用？又汝是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，为同为异，同异即异，云何所生？异异不同，应无所事。若无所事，云何异生？若有所事，云何是异？唯同与异，二性无成，借云何立？若因法生，世间诸法不离五尘，汝观色法及诸生法、香法、味法及与触法，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，非异所摄。汝是决定依于法生。汝今地观法法何状？若离色空动静通色合离生灭，越此诸相终无所得。生则色空诸法等生，灭则色空诸法等灭，所因既无，因生有事，作何形象？相状不有，借云何生？是故当知异法为缘，生异世界三处都无，则异与法及异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，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句排并？我今不知思意所属，唯垂哀悯，开示众生中道了义，无细论法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圣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，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？汝虽多闻，如说要人，真要现前不能分别。如来说为真可怜悯，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开示，亦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。阿难默然，成佛圣旨。阿难，如汝所言，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。阿难，若彼大性体非和合，则不能与诸大杂合，犹如虚空不合诸色。若和合者，同于变化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。
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阿难，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，汝观地性，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至临虚尘。昔彼即为色边际相，七分所成，更悉临虚即时空性。阿难，若此临虚悉成虚空，当知虚空出生色相。汝今问言，由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？如且观此亦临虚尘，用己虚空合合而有，不应临虚合成临虚，又临虚尘吸入空者，用己色相合成虚空。若色合时，合色非空；若空合时，合空非色。色犹可吸，空云何合？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寻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阿难，火性无我，寄于诸缘。汝观城中未时之家，欲吹窜时，手执阳燧，日前求火。阿难，明和合者，如我与汝1250比丘，今为一众。众虽为一，结其根本，个个有身，皆有所生世族名字。如舍利弗、婆罗门种、优楼频罗、迦舍波种，乃至阿难、瞿昙种姓。阿难，若此火性因和合有，彼手执镜于日求火，此火为从镜中而出，为从爱出，为于日来。阿难，若日来者，自能烧汝手中之爱，来处林木皆应受焚。若镜中出，自能于镜出然于爱，镜何不容？于汝手执尚无热相，云何容判？若生于爱，何借日镜光明相接，然后火生？汝又地观，静因手执日从天来，爱本地生，火从何方游历于此？日镜相远，非何非何，不因火光无从自有。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当知世人一处执境，一处火生，遍法界执满世间起，岂遍世间宁有方所？寻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阿难，水性不定，流习无恒，如释罗城、迦毗罗仙、卓迦罗仙及波头摩、诃萨多等诸大幻师，求太阴经用何幻药？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珠，乘月中水，此水为复从珠中出，空中自有，为从月来。阿难，若从月来，尚能远方令珠出水，所经林木皆应土流，流则何待方珠所出？不流，明水非从月降。若从珠出，则此珠中常应流水，何待中宵成白月昼？若从空生，空性无边，水当无际，从人祭天，皆同涛逆，云何复有水陆空行？汝更地观，月从天至，诸因手持成诸水盘，本人肤色，水从何方流注于此？月诸相远，非何非何，不应水经无从自有。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
一处植株，一处水出，片法借植，满法借生，生满世间宁有方所，寻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阿难，风性无体，动静不常，汝常整衣入于大众，僧伽离脚，动及旁人，则有为风拂彼人面。此风为覆出袈裟脚，发于虚空，生彼人面。阿难，此风若覆出袈裟脚，汝乃披风，其衣飞摇，应离汝体。我今说法，会中垂衣，汝看我衣风何所在？不应衣中有藏风地。若生虚空，汝衣不动，何因无福？空性常住，风应常生。若无风时，虚空当灭。灭风可见灭空何状？若有生灭，不明虚空。名为虚空，云何风出？若风自生，被拂之面，从彼面生，当应拂汝。自如整衣，云何倒拂？如审地官，整衣在汝面，属彼人，虚空即然，不参流动。风自谁方，鼓动来此？风空性格，非何非何？不因风性，无从自有。如晚不知如来藏中，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如汝一人为动拂衣，有为风出，遍法界拂，满国土生，周遍世间，宁有方所，寻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阿难，空性无形，因色显发，如释罗城去河遥处，诸刹利种及婆罗门、毗舍、首陀、坚婆罗堕、旃陀罗等，心力安居，藻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于中则有一尺虚空。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间还得一丈虚空。虚空浅深，随出多少？此空为当因土所出，因藻所有，无因自生。阿难，若复此空无因自生，未藻土前何不无碍？唯见大地迥无通达。若因土出，则土出时应见空入。若土先出，无空入者，云何虚空因土而出？若无出入，则因空土原无异因。无异则同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？若因凿出，则凿出空，应非出土。不因凿出，凿自出土，云何见空？汝更审地，地审地观，凿从人手随方运转，土因地移如是虚空，因何所出？凿空虚实，不相为用，非何非何？不应虚空，无从自出。若此虚空性缘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君明五大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汝心昏迷，不悟四大圆如来藏，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，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如一景空，空生一景，十方虚空亦复如是，圆满十方名有方所，寻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阿难，见觉无知，因色空有，
如汝今者，在祇陀林昭明夕昏，设居中宵，白月则光，黑月变暗，则明暗等阴见分析。此见为父与明暗相，并太虚空为同一体，为非一体，或同非同，或异非异。阿难，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即与虚空原一体者，则明与暗二体相亡，暗时无明，明时无暗，若与暗一，明则见亡，必一于明，暗时当灭，灭则云何见明见暗，若明暗殊，见无生灭，一云何成？若此见经与暗与明非一体者，汝离明暗即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？离明离暗即离虚空，是见缘同龟毛兔角，明暗虚空三世俱异，从何立见？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？离三缘无，云何或异？分空分见本无边判，云何非同？见暗见明，性非千改，云何非异？汝更细审，为细审详，审地审观。明从太阳，暗随黑月，通属虚空，拥归大地。如是见经，因何所出？见觉空完，非合非合，不应见经，无从自出。若见闻之，性缘周遍，本不动摇。当知无边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，性真圆融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汝性沉沦，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，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，为同为异，为非生灭，为非同异。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，觉精明见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如一见根，见周法界，听嗅长处，觉处觉知，妙得盈然，遍周法界，圆满实虚，明有方所。寻夜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惰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阿难，世性无缘，因于六种根尘妄出。汝今遍观此会圣众，用目寻历，其目周视，但如镜中无别分析。汝视于中，次第标指，此是文殊，此富楼那，此目犍连，此须菩提，此舍利弗。此事了知，为生于见，为生于相，为生虚空，为无所因，突然而出。阿难，若汝视性生于见中，如无明暗，即与色空四种必无，原无汝见。见性尚无，从何发誓？若汝视性生于相中，不从见生，既不见明，亦不见暗，明暗不主，即无色空。彼相尚无，是从何发？若生于空，非相非见，非见无变，自不能知明暗色空。非相灭缘，见闻觉知无处安立。除此二非，空则同无，有非同物，纵发汝视，欲何分别？若无所因，突然而出，何不日中别视明月？汝更细详，为细详审，见脱汝经，相推前进，可状成有，不相成无。如是是缘，因何所出？是动见成，非合非合，闻听觉知亦复如是，不因是缘无从自出。若此是心本无所从，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，性非从所，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君明七大。
性真圆融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汝心粗浮，不悟见闻，发明了知本如来藏，汝应观此六处世心，为同为异，为空为有，为非同异，为非空有。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是明知，觉明真是，妙觉湛然，遍周法界，含土实虚，明有方所。寻夜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，即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惰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，是诸大众各个自知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所持业物，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圆心，心经片圆，含果十方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有彼十方虚空之中，吹意为尘，若存若无，如占巨海，流溢浮欧，起灭无从，了然自知，或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礼佛合掌，得未曾有，于如来前说偈赞佛。妙湛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是稀有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僧祇获法身，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，福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事先入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还，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悉更审除为细祸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于十方界作道场，顺若多信可消亡，硕迦罗心无动转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三。楞严经赞：三科七大藏性幽居，总圆尘业是分余，全体即真如，理事双趋，信步驾长居。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。